来一个再拍两张啊。存活下去，光靠唱歌的话，没有，就是会比较害怕尴尬一点。就像今天的那个红毯，还有 I 毯和 E 毯，但要按照性格的话，肯定是在 I 毯。但后面觉得如果去 I 毯，因为我一开始我的概念以为是会完全分两个不同的房间，我在想，那如果去 I 毯跟着一群 I 人，那就是一屋子的人很难受。如果我去的是 E 毯，那整个屋子只有我一个 I 人，那就大家很舒服，我自己一个难受，所以我觉得还挺好。背了，科幻类的是，你有和龙哥一起上节目还？绝对是，我觉得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那个 slogan 非常对，他说他是大家的敌蜜，我这句话绝对发自真心的。我们在节目上都是互相照顾，然后我跟他在节目就互相挖坑，然后后面发现可能他长得比较高一点，他挖的坑比较深，所以我也不能对不起我的名字，我叫周深，王素龙，你等着，我的坑只会更深。你怎么这么有当地球二的那首歌人世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的那个核心非常非常大，就很多时候人总是觉得自己非常的厉害，感觉可以去感觉好像我们在统治整个世界一样，但很多时候我们人类是非常渺小的，但是我们非常渺小的存在，但经常又会做出很多伟大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核心我非常喜欢。包括流浪地球二，大家看的时候也会非常感慨，咱们自己的这样比较科幻类的电影越看到它的光芒越来越亮眼，我觉得它各种意义上都是非常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。嗯，那能不能说这部电影每一行有它自己需要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能力，所以我也觉得每一位就是有很多之前的前辈偶像老师们，或现在正在进行的就很多跨界很成功的老师们，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强的。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如果刚好有适合的话可以，但如果是自己说去做一个自己的文，暂时不行。好的，深深这边还有，因为我还在想的是，因为我在后面听的时候，一开始没有听出来是哪位老师，因为前面介绍跟顾军老师，我还在做其他事情。然后他们说，哎，这位老师怎么提我的名字？然后一听他的唱歌说，啊，龚俊老师，还是熟悉的另一个品类的百灵鸟老师的声音。哪一个品类？非常精致优雅，然后声音清脆的品类。好多看到这个词吗？好的。回应一下吗？让死亡击我，让恐惧击亡我。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，可人夺不走我的选择。我觉得就选择自己喜欢的那条路走就好了。周深，事事顺心，身体健康，拜拜。反弹给你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谢谢老师们，辛苦，谢谢。今天心情越来越好，感觉为自己的演出热了。